成文宪法，不成文宪法 Unwritten Constitution 为宪法之一种，与成文宪法相对立，指不将关于国家根本组织之事项载于一种或数种特定文书，成为独立法典，而散见于各种单行法规或惯例之中，缺乏一种有系统的法典规定者。英国宪法就是不成文宪法。英国宪法，其构成之元素有以下四种：一、国家颁布之重要文件；二、议会制定之法律；三、普通法；四、宪法惯例。不成文宪法虽于政治上之实际变化较以适合，但因无明确之规定，容易被人曲解。所以不成文宪法之国家多由于历史文化之形成及国民法治观念之普遍成熟相沿承袭，然后方可适用不成文宪法。